打造为一个泰鲁阁族的文创园区的同时，我们希望花莲县政府文化局能多重视，尤其现在全省只剩下两位我们原住民文面国宝的这个时候，我们怎么样的来将这些文面文化来做典藏，尤其现在花莲县只剩下一位文面老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该反省我们身为后代的族人们，我们应该要为他们做什么。我相信在我们寿丰乡的考古文化馆，把我们所有县境里面的遗址的发掘出来的这些宝物哈，给它收藏起来供我们全民来参观之外，我们一定会在议员的大力支持下向中央去争取预算，来把这个我们的文面耆老的一个文物馆哈，给它再给它规划起来。